我在有生之年里到底能不能见到我儿子呢？与母亲之间多年的心结。我的母亲把我丢在汤之岛，是仓谷阿姨抚养我长大的。才发现一切都是因为母亲的爱。就算有多舍不得，希望至少长男能平安无事。一所广司宫崎葵，不管中间发生了多少事，终点永远只有一个。我的母亲手记，未来电影台动人献映。